这个是一个同学的问题哈，比如说他很多捐款啊，当然捐款也许最好当然是他每个都超过100笔以上啊。不过如果说他如果只有一笔，你看 Ctrl Shift 向右向下会怎样？会变这样子，所以不能向下。好，所以这个可能是第一个点。另外还有第二个就是说哈，如果你这个地方除了一笔了啊，可不可能零没有任何捐款？当然也有可能。所以如果说没有任何捐款，那你可能连 Ctrl Shift 向右向下复制都不用了，对不对哈？所以必须要判断啊。如果说它是多笔的话，像这个是一笔啊，这个两笔，要不要放在 Ctrl Shift 向右向下？哎，这个没问题。好啊，所以哈，前面的部分都一样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把最后 demo 给各位看一下。最后按下去也不闪烁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把那个闪烁那个。对那个部分的功能关掉了，那个叫做screen updating 哦，那是由 application 去管 ，application 是指的是 Excel 它管，它里面有一个属性叫 screen updating， 要把它关掉，但是最后记得要把它打开，因为如果你不把它打开的话，那以后它需要闪烁的地方也不会闪烁了，哦，所以一定开头一定是一个开一个关，最后结束再一个开，哦 ，OK。然后最后就清除啊，清除很简单，我刚刚是把刚刚我们那个清除那个复程式直接转移贴过来就好了，所以有些东西哈，都可以共用啊，所以有些东西如果你云端上你的程式够多哈，以后都很多地方都可以复制贴上。那我刚刚是直接哈把原来我们的程式直接拿来修改，所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基本上呢直接把那个整合工作表。的那个部分贴上，增加了这个呢，叫做 application 点 screen updating， 那开头一定是 false， 结束记得要把它改回 true， 哦啊，这个地方当然你不用死背了，因为你最重要是要记 application 这个物件，点下去哈，打一个 sc， 它会出现 screen updating， 你把它点两下，再等号，它后面就有个 true 或 false。空白键一下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它就有点像一个开关呐、啊，哦，这个开关是说你要不要帮你做画面的更新。但如果不要的话，哈、哦，我觉得它的好处还蛮多。第一个不会闪，第二个哈、哦，跑的速度会快很多，因为它就不需要再帮你去重画那个画面了。所以好像我有些地方，尤其是重画的画面越多的哈。哦它因为不重画，所以速度反而会增加快很多。那我没有说特别就记得说多少时间啊，不过有的时候甚至时间加快一倍以上都有可能。哦 ，OK，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，我觉得你可以斟酌一下啦。不过有的时候呢，反而有些人喜欢画面这样晃来哇发哇哇这样，那当然就算了，反正就看每个人的使用习惯哈、哦。第二个的话呢，一样是切到总表。所以我们前面不是切到那个什么第一季吗？啊，你把第一季改成总表，再来游标放在 A2， 因为我一样是从 A2 开始，所以没改变。For i 等于第一个到哪一个呢？12个啦，但你这边可以写12。可是哈，我比较建议啦，以后你干脆改成这个 shift 点 com 减一。为什么呢 ？shift 指的是什么？就是你的那个工作表物件。点什么呢？点 count 指的就是什么？你要你的工作表目前有几个 ？OK， 所以 shift 点 count 就可以知道一个讯息，你的工作表几个？但是为什么要减一呢？因为我们要合并的最后那个要吗？不用啊，所以减掉就好了。所以1到13减一嘛，那就是12了。1到 12 OK， 好，应该没问题了哈。然后这个一样嘛，游标放在第几个？第一个，那就是从一月份。然后不过呢，因为这个他们切过来的位置都不是 A2， 是 A3， 所以就把 A2 改 A3， 哦，把 A2 改 A3， 然后再来做什么呢？哦，最重要在这里，处理三种逻辑。哪三种逻辑呢？就我刚刚讲的最重要的部分，因为你要做。复制之，所以你要知道说这个处理是在什么时间点哦，因为我们是要在复制之前去处理的哦，所以你必须要在
当它复制之前，你就要把这个逻辑写在这个位置哦。所以特别是你可以先演练一下。所以我为什么知道写在这里？因为我先演练知道，我要在复制之前先判断一下它的资料有三种，那应该没有第四种了。然后，不过如果你的思虑越详细的话，就是越全面哦，那应该你这个系统越稳定。 因为就不会发生错误了，哦，所以像我有时候写系统，我就几乎把所有的可能性，通通都找出来，只要你都找出来，那你这个系统怎么样就稳固，稳如泰山，用个10年20年，使用者都不会来找你，为什么？因为完全不可能出错了，所以像我以前写的系统哦，有个特色，非常简单。 尽量简单，然后没有让你输入的东西越少越好。为什么？因为输入会输入错。我让你下拉清单用选的，你选的你总不会选，你也没办法做其他的操作嘛。哦，然后呢，越单纯越好啊，资料也不需要说这边存一点那边存一点，越少存越少资料越好。哎，这样子的话，一个系统哦，几乎稳定度就非常高，比较不会。 常常那个哈、哦，客户一下子或者是使用者端就常常就会打电话来问说啊，为什么又怎样怎样啊？你要去修那个 bug， 那你一下子补来补去，最后你也搞不清楚到底你做什么事了哈、哦。所以那个逻辑思虑越清楚越好了哈、哦。那所以哈、哦，我们如果没资料会怎么样？一笔会怎么样？多笔？所以有三种逻辑啊、哦。那我怎么做哈、哦？基本上呢，第一个我先确定一件事。 就是你 Ctrl 向下的时候，这个是 Ctrl 向下，有没有？它回来的东西会怎么样？也就是如果今天是一笔的话，游标放 A2，游标放 A2，Ctrl 向下，我可以知道怎么样？如果你一笔的话，一定是停在什么3，有没有？如果一笔的话 ，A2 往下追踪 ，Ctrl 向下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是 多笔的话啦，比如说3月的话 ，Ctrl 向下，那就是4啦。所以你会发现哦，它一定会去追踪到你最下面这一笔的位置。那你只要什么，把4减掉2啦，所以就留下就2笔。但是呢，我怎么知道说，如果它没有资料，比如说1月份哦删掉，没资料，那没资料怎么判断？其实我以前是去这样啦，就是侦测什么 ，Ctrl 向下，然后会抓到104856。可是我发现哦。 可是你2003的版本是 65536 啊，那会有，所以后来哈，我用一个更简单的方法，就是你游标放这边的时候，你去判断 range A3 里面是不是空的。那如果是 A3 是空的，那表示这一笔应该是没有记录的。OK 哈，好，所以呢，所以我写出来就有三种可能性。那三种可能性就是一，如果 range A3 里面是空的，那表示什么？没资料。 那没资料做什么呢？后面的事情呢都不要做了。所以呢，后面的事情都不要做的话呢，我就用一个 go to 的叙述。好、哦，那 go to 我特别知道，这个可能你们前面没讲过啦。不过以后呢，如果你希望程式哈、哦、跑到哪个地方去，也许往上跑、往下跑都可以，那它就可以的啦。你可以增加一个标签在这里，它后面一直是冒号，然后呢，这个是标签的名称，它就会 go to 这里了。 意思就是怎么样呢？它就不往下，就是说呢，它不会往下去复制贴上，而是直接什么跳到这边来，然后呢再来就 next 了，有没有？你会发现在 next 上面一行加上这个标签，它就会往下了，就不会什么事都没发生了。哦，所以这个地方 go to 就会自动跳过这些动作了，什么事都没做就对了。哦，所以如果里面都没资料的话 ，OK。 第二个的话就是 else if 是如果那个 r 等于3，就我们刚刚讲的一笔资料，像这个 r 等于3嘛，对不对？3第3列，它回来就告诉我3列的话，那我就做什么呢？只做向右的动作，不做向下。反之的话呢，才是向右向下。OK， 三种都判断到对，那其他都一样了，复制、总表、贴上 ，offset。 那 offset 是，r 减2哈，这个 r 减2什么意思呢？因为呢，我要移动的总共几列
是由什么来决定呢？是由比如说它是3，一到3，那表示它有几笔呢？表示它3，那表示它怎样？它上面有2，有那个标题是2，所以这个2指的是把上面这个2列要扣掉了，所以是只有一笔记录啊，就移动一格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将来我们要继续再复制再贴的话，那就是根据它笔数要移动的范围了，然后往下，所以那这个地方我们直接跑一下好了，直接这样直接来看会比较清楚。比如按下去，好，然后停在这一个，那因为它只有一笔，所以就移动什么？移动一个，往下移动一个，有没有？那如果说它两笔的话，我再往下，这个好像第一个啊，两笔有没有发现？那两笔的话呢，这个时候就往下一个，一个两个，等于是等于是它有两笔哦，那边 offset 两个。那特别重要，因为它现在贴上之后哦，要两个，它才会移到下面这边来。哦，那个移动的这个 offset 指的是移动的那个间距，是根据它有几笔而去往下移动多少。啊，这个好像跟之前我们讲的不太，因为我们之前是什么多这一行啊，所以哈、Ctrl 向下我们不做，变成我直接让它移动几笔。哦，所以特别重要，这个地方我是把它删掉了，7这个地方。Ctrl 向下我没做，直接让它往下，这个是几列不是一列啊、几列是根据呢它的笔数而去移动的。OK，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哦。OK， 然后呢就往下两笔啊，所以 offset 啊不 Ctrl 向下了哈、不过你们可以试试看，如果 Ctrl 向下应该也是最后的话呢全部再跑完，那把这个中断点拿掉直接执行 OK 的，没有问题。哦，而且呢其实也非常流畅了、这样跑起来，因为它没有 updating， 所以感觉噗一下就全部搞定了。哦， OK， 好，这里的话呢我想各位、试一下，那我有把最后的完成的画面的程式码一样是放在哪里呢？放在这个的旁边，所以你把它弹出，这边就有了。那我刻意有把这个范围把它做一个 mark 啊，其实还有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有没有我是把它去掉了，所以这个干脆像这个拿掉、所以我没有向下，我是直接怎么样向下，这个应该是几列不是一列、所以这个可能同学要稍微注意一下几列，然后这边把它改成7 OK、所以、差别跟前面不太一样的大概就这个，还有多一个这个、Go To 啦、这种用法可能比较，也许你们之前如果没有接触过的话比较没见过，不过以后如果你希望程式跳到哪个地方可以用这种叙述，那就是一个标签、然后上面没有冒号下面有冒号。 OK，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、就是、如何利用刚刚的那个、多个工作表整合的这样子的、一个程式，那我们把它用在、处理这个就是比如说捐款明细部分上面、